环宇飞翔，一个带你去到世界唔同嘅领域，拓展你视野嘅网上电台节目。节目主持人刘帝杰。香港嘅占领中环行动咧，咁甚至我哋喺美国嘅基督徒咧，亦都关注。有討論的睇呢背後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呢很值得支持的喚起呢不單止香港中央政府甚至外國的關注去得到一人一票的全民的普選可以有機會呢選取到是合市民心意的領導人那相比呢在一兩年前呢美國的 Occupy Wall Street 佔領華爾街的行動呢我想佔領中環目標理想是更加大和是更加難做的因為佔領華爾街就是想指責一些富裕的人他們是操縱社會但是幫香港要求政府給市民有這政治的權利民選領袖就可以說是極之困難的當我們看回中國華人社會數千年以前都是君主統治怎可能有人民去選他們的君主呢除非你是呢用武力去起義去推翻君主去到孫中山推翻了君主制度呢仍然都是會有軍閥的統治中央集權的統治是少數人找出他們的領袖好像西方社會或者美國每人都能夠有一票去選他們的總統呢可以說是呢難乎其難的但是这个行动是不是真的不能成功呢当我自己看在创世纪圣经的例子的时候呢觉得一些好像不可能的传统呢在上帝的允许底下呢是可以得到成就的。在创世纪第38章呢就讲到呢他玛的女士地位可以说是寒微那她就是呢犹大长子的妻子那查释经书来讲呢她有可能呢就根本是一个迦南地方的女子嚟嘅，咁佢可以真係話咧，自己嘅命運咧，好似受傳統長輩嘅操縱。當大仔做咗耶和華眼中惡事，被耶和華懲罰致死之後咧，跟住咧無選擇地咧，就要按傳統咧，要同第二個嘅兒子俄南咧同房孕育後代。但係咧，俄南咧相當之嘅自私。同嫂嫂同房的时候呢将精液呢是围在地上的。咁跟住呢都被上帝所判罚致死。咁睇中文呢我以为佢一次做错呢就致死好似呢唔係好抵。但当我再睇英文嘅时候呢原来呢係多次嘅。Whenever he lay with the brother's wife, he spilled his semen。喺圣经书讲呢佢可能为咗自己嘅情欲等同呢嫂嫂同房攞呢个嘅情欲嘅满足。就每一次呢都唔完成交配以至佢不断都有机会呢同嫂嫂一起因为佢自私满足情欲呢所以被上帝呢处死嘅。咁而第三次呢示拉呢长大成人啦原本呢犹大话可以等佢成长嘅时候呢就将佢呢许配俾他玛一起同房孕育后代。但是呢犹大呢亦都迟迟呢唔俾第三子俾他玛。咁当他玛喺呢个备受凌辱漠视玩弄嘅时候呢佢点样做呢就去到呢可以话系 occupy the town entrance, 去到呢伊拿印城嘅门口然后呢坐喺度呢等待呢犹大就系佢嘅 father-in-law 嚟然后呢用一个呢假扮妓女嘅姿态呢终于呢系同佢嘅 father-in-law 呢交配而能够呢孕育咗呢犹大嘅后裔嘅。可能你覺得他瑪所做的呢好錯啦但是他能夠呢用 traditional disobedience, 傳統抗命的方式呢就能夠呢幫呢猶大的家族呢找到後代重拾返自己的尊嚴。他的重要性呢是相當之不容忽視的。如果你看到新約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節耶穌家譜的他的名字呢
被列喺咧家谱四名嘅妇女当中咧，第一位咧系被记名嘅妇女。第三节就系咁样讲咧，犹大咧从他玛士生法拉斯同埋谢拉，咁跟住咧就再讲咧法拉斯就再生其他嘅人。原来他玛咧同犹大所生嘅长子咧法拉斯咧就成为咗咧继承咧亚伯拉罕后裔嘅传人，睇到咧佢嘅地位系几咁重要呢？佢嘅事例咧，日后咧，当摩西咧写《生命记》嘅律法嘅时候咧，都引用咧呢、这个成为咧 precedent case。当你睇《生命记》嘅第25:7嘅时候咧，那人若不愿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咧就要去到城门嘅长老那里，跟住咧同佢哋咧理论，参考咗咧他玛去到城门口嘅情况，表示咧他玛嘅抗命咧系可以咧。成为咗咧日后法律一啲嘅根据嘅。当我睇翻香港嘅占领中环行动咧，睇到一定需要付代价。当你作出呢个公民抗命嘅时候，可能咧你会被捉拿。同样咧，他玛咧佢作出呢个嘅传统家族抗命嘅时候咧，佢付嘅代价系更加大嘅。当佢被发现咧竟然怀孕生子嘅时候咧，差唔多咧犹大咧就要用火焚烧佢致命嘅，但系却因为佢能够揾到一啲嘅凭据咧，就系犹大俾佢嘅像啊、印啊、带等等咧，而可以咧免咗惩罚。当我哋要计划要去做一啲推翻权力嘅行动嘅时候咧，我哋要有心理嘅准备，愿意系付上代价。他玛所做嘅行动，可能日后或者当时都好多人会系批评，觉得佢呢一种咁样嘅 override tradition， 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妓女，坐喺城市嘅门口去 occupy 个地方，好多人。不会认同，但是他所做的结果呢却是备受肯定，令到一个的卑微妇女呢重拾尊严。当他是被权力压迫，大仔跟着二仔三仔都不能够令到他成为一个正式的太太的位份，因为他的冒险呢令到呢整个的犹大族呢有后裔，而这个后裔甚至呢是被圣经的作者呢所重视，成为呢耶稣先祖。当人用他的计划去做很多事，但我们知道背后呢上帝如果是允许的时候呢，那个价值呢是可以呢普及后世，令到后人受惠的。当我们见到一些很可能发生的事呢，通过他玛的行为呢就成为了可能。同样呢占领中环所要求的行动达到全民普选，看起上来好像是很困难不可能，但如果是上帝容许的时候呢，只要人愿意作出牺牲冒险去 override tradition 的时候呢，可能的事是可以发生的。